早上7:20，我们到了啊。在啊，哇，19公啊，19公。我说吧，这要不不上鱼，上来就是19公。啊，不是老鼠斑，再收。好，哎呦，那么大的老鼠斑啊，哇，赶紧进来呀，离水远啊，赶紧进来呀。哇，那么大的，进来，一脱钩掉水里去了。放在没有水的地方，哇！这是这个。那么不是19公，那么大的老鼠斑哦。是老鼠斑吗？哇，太漂亮了！哇，哎呦哎呦，这个绝对超过记录了，哇，这条3磅多了。赶紧放水里啊！好，新人王又有了，看一下是什么鱼啊？哎，就他一个人在上钩，哇！哇，又是条大鱼！哎呦哎呦，哎，小心！哇，那么大的19公啊！收线！好，拿回来，提起来，因为很多青口，提起来！哇，那么大的19公！好了，你今天。不允许再钓了，你现在不允许再钓。哇，那么都是大鱼啊！哇，那么大的19公！哎呦！你让我们情何以堪啊！哎呦，哇，那么大的19公！先除钩，在干的地方，在没水的地方除钩，因为你这样一路过去，那边还有水塘。还有那个，一脱钩脱在水里的话，鱼没了。哦，19公，哇，太厉害了你！19公一天只能一条？一天3条，以前是一条，现在变3条了。11:28，11:28，我上的第一条鱼，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团队的第3条鱼，麻斑，中等麻斑，比不上我们的。啊，那个新人王，那两条厉害啊，那个太厉害了，那个他跟我们玩不同品种的老鼠斑，19公，这两品种还是规定尺寸的那种，啊，像咱们这种品种，哎，大也好小也好都让拿。哎呀，继刚才新人王没钓上来之后，我又重甩一杆，刚下去几秒钟一条黄斑，对黄斑来说这个尺寸还挺大。刚才我有一条麻斑在水塘里，现在家族成员多了，我要买大房子了，要找个大水塘了。啊，人出去啊，人到前面去啊！那么多这种什么，这贝壳啊什么的，到时候把线割断了，你人到前面去。哇，又是一条大鱼！哎呀，很大！哇，鳕鱼！赶紧进来，赶紧到里面来！哎，哇，那么大的鳕鱼啊！哇，你太厉害了！我操，带壳的钓！哎呦，换种品种钓！你壳得看不过尺寸吧？啊，过尺寸要2尺。22寸，现在减少了。22是吗？22寸。啊、嗯。你太厉害了，你钓的品种都是有尺寸规定的品种啊，我钓的品种都是没有尺寸规定的，大小都能拿的。有那个二寸。你太厉害了，你太过分了啊。好，接下来再接着钓啊，接着钓接下来的鱼不能你钓了不能算你的啊。啊，他现在没升值吗？对啊。现在多少？上钩。拉直了算呀，不是把鱼拉直了算。好了。你看你拿的玩位置低了去了，刚给你盯着了。够了，正好。哎呀，正好。好，22多一点。22还多。好。太欢乐了！哎呦，你今天这3条鱼，我跟你说啊。今天这3条鱼大概300块钱，谁的？你的？他的。你这3条鱼总价值300块钱，还是超市价，不是饭店价。
哇，太狠了！你太厉害了，小心一脱钩掉水里。你就在这儿除钩啊？哇，那么大的鳕鱼啊，还好，它这三个品种是石斑鱼里唯独三个有尺寸规定的品种，而且三个都够了。老天爷知道我们新手，让我你还高兴你还跟我换着品种玩啊？每个人让我钓一下，换着品种玩，你太厉害了你！啊！哇，三个石斑鱼里的极品品种啊！石斑鱼里唯有三个品种是有尺寸规定的，就这三个都让它钓上来，一样一条，哇！哇，老鼠斑逃了，还好趁没涨潮，两个都跑了，趁没涨潮，那个，赶紧拿上来吧。他刚才拿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十九公跟老鼠斑都那个线从嘴里窜出来了。你看，我可怜的小黄斑在这儿养着呢，还有我可怜的小麻斑在这儿养着呢。拿个钩子弄点鱿鱼，把它给钓上来了。一会儿涨潮涨了，它就游出去了。涨潮涨到这边上啊，把这淹没的话，这个鱼就游出去了。那么卖力的帮他解，我知道你是看中他跑了，你看中这条鱼了，我各种欢乐，你是看中这条鱼了。人家说这鱼钓的，但摸的，哎呦呦，差点出去。哎呦，小心！拿上身，对，你拿上身。哇！来，大老鼠斑。哎，别穿上，从哪出来的呢？这也跑不掉了。刚才怎么了？刚才不是这样的。看好了，来全家福。全家福，哇，这全家福，哇，这三条鱼300块钱了，哇，这鳕鱼，它这个价钱一个顶俩。这是我今天第三条鱼，一条大黄斑，哇，这不得了。我在一个点甩了大概有15分钟没动静啊，心里还在想，到底是换还是不换？后来想，哎，勤快一点吧，收上来重新甩一个地方，就甩下去，就甩在跟前，很近，离岸很近的地方，甩下去1分钟咬钩了一条大黄斑，哇，好，现在我两条黄斑，一条麻斑。哇，公的老鼠斑，公的，那个新人王今天早上的第一条大的母的老鼠斑啊，它大的那条橘黄色的公的老鼠斑，我就说这附近肯定还有一条老鼠斑，因为石斑鱼里只有老鼠斑是一夫一妻制，一雌一雄两条一起过日子的，钓上一条它还有一条，
那时候早上10点多，现在是下午2点多，终于把他老婆钓上来了，这条母的。这好了，让他们两个在一个水池子里团聚吧。哎，那么大的老鼠斑啊，哇，很重啊。哎呀，这好了，我今天这4条鱼100块钱不止了吧。啊，今天太欢乐了啊，太欢乐了。这个那个啊，新威王这三个名贵品种啊，哇，不得了，这铁链子上4条是我的啊，新威王3条，一条鳕鱼，一条那么大的老鼠斑，这条老鼠斑，然后下面低的那条啊，长的这条是鳕鱼啊，下面这条19公，我这4条，3条都是普通品种，2条黄斑很大，1条麻斑，对麻斑来说算是中型，1条老鼠斑，这条老鼠斑是那条老鼠斑的老婆，啊，夫妻两人都给咱钓上来了。给我来一条行。好，我们分赃啊，分赃啊，我来听，分赃了，拍个照，3条鱼，给我拍个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连累了大家了，要应该能上10条。哎，什么一个团队的嘛，一个团队的，不是被我钓了，就是被你钓了。对啊，就好像那天森叔那条鱼，我挪过去跟他抢那条，谁钓上来不一样，而且钓上来我也要送给他，但最后他也不要。那我给你拎着。哇，这3条名贵的啊，鳕鱼。19公，就照鱼啊，鳕鱼19公，老鼠斑那么大的老鼠斑哦。你让它转，我再给你照两。哇，不得了！这是新威王第二次钓石斑鱼。哇，挑着品种钓。怎么看着有点慢呢？对，你看水准有点慢。你挑一挑吧，你挑一挑好了。挑一挑，啊，这是我的4条鱼，两条黄斑，好，转过来的这条麻斑，然后一条母的老鼠斑，母的老鼠斑是跟它这条公的老鼠斑同一个点钓上来的，夫妻两个，啊，公的这条体格稍微健壮了一点，给你拿药吧，啊，什么？这还2条那个鱿鱼，还有几个鱿鱼？两个鱿鱼要的，花钱买的。啊，给你拿个袋啊！哎，我这两个黄斑，我是当时知道有一条大一点，一条小一点，你帮我除一下一条大一点的给他。或者你挑，因为我为什么突然想到黄斑？因为我2条是一个品种。那你要黄斑，你找一条大的，就2条里面你找一条大的。